个并发症嚟嘅，吓就唔系一个医疗事故嚟嘅。原本睇医生去医病，本来唔使受呢啲苦嘅，却因医疗问题导致病情恶化，甚至死亡。全部道歉信都系吸引嘅，家属带住悲伤，又要付上高昂医疗费用嘅同时，走遍多个局方申诉，换嚟嘅。是咩呢？是不是有一些程序都错了，才会导致一个这么严重的并发症？铿锵集星期一晚八点。